好，那么今天发一期解说吧。那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解说呢？因为如果再不解说的话，我感觉真的，你们已经完全体会不出我那种心酸了。啊，不是心酸，是那种带不动的心情啊。这把我这是很多人会用这什么局啊？你是不是又在虐菜了？一天到晚的啊。这个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，你们平常看我直播打什么宗师局啊、传奇局啊这种，都是单子啊，并不是说虐菜，啊，我也不想虐菜。然后这把打的是这个快要枪王五的局，还差十几分、二十几分就要赢了的。这把赢了好像就是枪王了，枪王五了。那为什么要发出来呢？因为没错啊，我杀了二十二个，最后是杀了二十二个，输掉了。然后。最那个最让人最气人的是，队友四个杀的加起来都没我一个人杀的多，那具体队友。这把打的发挥的，我觉得可能还不错吧，还不错啊。当然，我也没说我特别特别厉害啊，没说特别特别厉害。然后再说一个这个题外话吧。然后我最近不知道发什么视频啊。没错，很多朋友应该都放暑假了吧？你们有没有放暑假啊？还有没有放暑假？没有放暑假的，如果在看视频的话，请在弹幕中。就是打出来你还没放暑假，但是如果你已经放暑假了，那我请问你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，朋友？兄弟们，你们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你们就在这里看视频，你们看视频也不点推荐，也不点关注，也不三连，也不投币，我看你们是飘了，真是的，暗示三连。好了，这什么？就是我不知道发什么视频啊，你们想要看什么视频，你们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，我每一条。有空我都会看，看了之后什么挑战啊、生化，讲真的，我真的是个生化白痴，我是真的不会玩这个什么生化。不过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去打的，这种都是小意思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到时候我会去看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的，就是还有一件事情，最近啊，也不是最近。反正不知道是谁给我取了个亚洲歌王的这个称号啊！我去 B 站直播板块，我就随便进一个直播间，我就发个弹幕，别人都知道我是亚洲歌王。是，你不就是那个歌王吗？我他妈，其实我觉得我不懒吧，我蛮勤奋的，是吧？有时候，对吧？就是顶多一个礼拜不更新视频而已嘛。顶多嘛，顶多也就这个样子嘛。当然，这种情况还是极少数，几乎为零，好吧？
几乎为零，咱们排除不排除那些意外。然后这把比分已经是5-5了，没错，5-5了。这把决胜局，没错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我这开局就说了，这把没了呀。这把怎么没了呢？其实这把能赢的。这里我直播的时候，我跟那个 A 控现在是有两个人，对吧？我的队友现在一个人了。我跟那个人说，我说你给我看好 A 控，不要让他们偷我屁股，看好 A 控。A 包点我来看。好，我刚说完 A 大就上了啊 ，A 包就上了。上了之后，我这边打死一个，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也是被我打死了，打死了两个之后，没错 ，A 控偷我屁股了。我的好队友，你真的是我的好队友，我真的是太爱你了，我的好队友。啊，直播的时候话音刚落，兄弟你帮我砍一下 A 控，不让他们偷我，真好，反手就给我卖了，这队友是真的傻，我他妈了，对吧？本来这把是很有机会的，不是很有机会，应该是稳赢的。你就想，我 A 包点打死两个，他 A 控要是给我卡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就算他打不死，那我也应该打得死他。你说这把是不是就变成了2-1？现在他是1-1。啊，他现在是1-2，那死一个，那是不是就是2-2？可能就是2-1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又打死一个，那是不是就2-1了？我勒个娘哎，真的，给我气的肺都要炸出来了，真的。啊，心脏不好，这打这个游戏知道我得个心脏病。然后随着一阵火花啊 ，C4嘣一下就输掉了本场比赛。然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他们的战绩。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四个加起来都没我杀的多？来。